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是奥特曼宇宙英雄啊！大家说啊，瓜牛哥你很久没有答题了，能不能答个题？哇，大家都想答题，那我们答一答好不好？来答个题啊！今天看一下你能对多少题呢？瓜牛哥绝对是对不了多少的啊！来，麦克斯奥特曼的必杀光线是什么？哇，麦克斯的必杀光线。难道是斯特利姆光线吗？应该不是啊，这是经典奥特曼的光线，那我还是选斯特利姆吧。错了啊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是马库修姆加隆。我的天，这么复杂的名字，你猜对了吗？好的，下一次又是马克思，又是麦克斯奥特曼的第24话无法阻击的街道，致敬的是哪部奥特曼的作品呢？居然是致敬，那绝对是很久以前的奥特曼啊，那就选奥特曼，没有什么奥特曼。错了啊，赛文奥特曼啊，又错了。看见没，拥有官方名字最多的奥特曼是官方名字最多的奥特曼。哇，那是谁呀？难道是初代吗？初代应该很少。艾斯吗？艾斯感觉不是。艾迪，哎，杰克，哎呀，就是没看到杰克啊。哇，瓜牛哥全错，今天搞不好啊，一下哪个不属于英雄的属性啊？这个瓜牛哥应该可以赢吧，属性应该是能量对吧？哎，错了，是智慧。哎呀，难受啊。工会玩法中打开什么界面可以领取到工会红包钻石呢？这应该是福利。终于对了一题，游戏相关的对了一题。哦，不对，游戏相关有两题，只对了一题，太难受了啊，朋友们。那我们赶紧继续我们的剧情任务吧。我们来到了4-3啊，这是打4-4，对手好像是维克特利啊，维克特利。我们来看一下剧情。好，戴拉奥特曼说话了啊，所以原来是我误会了吗？啊，那这个长得和你一样的生命体是从哪里来的？还有你们怎么跑来了，是出了什么事情吗？你猜的不错，最近出大麻烦了啊！从最近的暴动的怪兽越来越多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原来发生了这么多事啊！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个庞大的邪恶军团，他们好像能复制怪兽和奥特曼士兵啊，然后幕后黑手还不知道是谁。好了，奥特战士就不必愁眉苦脸的了，我们去找高斯吧，说不定他知道这些怪物的来源。好的，我们要去高斯，为什么会碰到维克特利呢？来，闪侠光标出击，打不动怪了吗？这是这么难受的吗？闪侠，来，无限赛罗投标，哇，无限赛罗投标也打不动怪了，这么难的吗？这个普通怪现在都这么精打的吗？来，来。我们直接出动洛亚啊！洛亚是瓜牛哥现在最厉害的一个角色，洛亚都打不动了，那我们就得真的提升一下战力了啊！完了，洛亚感觉都有点打不动了啊！朋友们发现没？哇，洛亚都打不动，洛亚只有火拳能打动啊，就是他的四技能伤害挺高的啊！来，我们继续啊，火拳。看见没，火拳的伤害还是挺高的啊，但是太难受了呀，火拳 CD 有25秒啊，朋友们。走，继续往前冲，二技能也不错啊，来一技能走一波，闪现到旁边，哎，说实话啊，还行，伤害还受得了啊，不像其他的奥特曼几个技能放完这小怪都没打死，难受啊。咚，打一半的血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行，过得去啊，不算太差。来，飞毛腿走一波。说实话，这个技能很尴尬啊。本来打得到的人，他飞来飞去，最后打不到了。来，走传送门了啊。我不知道现在的火拳还能不能打败 BOSS 啊，一击必杀的那一种效果，不知道行不行。来，托马斯拳拳。伤害是很高啊，就是命中率有一点尴尬，对吧，朋友们？来，吸在一起，吸在一起打啊！哇，现在这怪的防御力很强大啊，朋友们！来，赢两波，直接一波火拳带走啊，朋友们！吸引两波怪，火拳全部击杀。
耶、yeah? ，这是新的一波吗？刚才那一波已经凉凉了，应该啊，要不然就太难受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老是打偏啊，这个太难受了。二分之一的血都打不到了，一个一技能，好难呐！现在的普通副本，这更别谈困难副本了，对吧？有点意思了啊，开始挑战，有点意思了。来，托马斯拳拳。终于要打 boss 了，太难了，朋友们，来了啊 ，boss 战，来维克特利火拳啊，一波火拳能不能带走？大家猜？哎哎哎，反了，朋友，哎，他跑到我前面去了，漂亮，来一波火拳，哇，火拳伤害挺高啊，但是没有秒杀，不要紧，补个二技能带走，漂亮，也是挺漂亮的啊 ，OK， 诺亚成功带队胜利。好的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光的哥们，光的哥视频多多点赞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喽，拜拜。